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小姐，祝福大家元宵快乐，有吃营养无？有啊，安尼我嘛吃营养，我搁加一倍啊！结果拄交一个委员打电话讲，哎呦，玉姐姐，你跟以前都一样没有变。我说我怎么可以变？你变得我就不能站在舞台上了。哎，跟我们在座的朋友一样，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。来参加我们非公约为元宵佳节，大家看看舞台店，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